15天就可以从这样变这样，详细的讲解在这个视频里哦。咱们开始吧。目标一，头部前倾。第一个动作，后颈力量训练。找个床趴床边，头伸直以后收住下巴，找个人轻轻按按你的头，或者在头上放本书，用后颈的力量去对抗它。20次一组，一共做4组。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。 OK， 第二组，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。第三组，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。第四组，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。第二个动作，后仰，翻过来躺着，脸侧到一边，拉伸胸锁乳突肌，一边10次。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。换另一边，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。第三个动作，侧翻，找一个凳子，一只手放屁股下面，挺胸，沉肩，伸直另一只手，手指夹住耳朵，收紧下巴，往左边转。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。换右边，挺胸，收住下巴，沉肩。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。第四个动作，低头转，挺胸，收住下巴，沉肩，低头，然后慢慢向旁边转，左边。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。右边，挺胸，收住下巴，沉肩。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。目标二，圆肩驼背。第一个动作 W 型鸡翅，趴在瑜伽垫子上，手臂摆成 W 型，大拇哥朝上，上身起，收住下巴，沉肩，起来的时候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30次做3组，最后停留10秒。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22 23 24 25 26
27 28 29，最后十秒，十，坚持住，9 8 7 6 5 4 3 2 1，非常棒，休息15秒。来准备啦，第二组，预备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，最后十秒，十，坚持住，9 8 7 6 5 4 3 2 1，非常棒，休息15秒。第三组，预备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24 25 26 2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，最后十秒，十，坚持住，9 8 7 6 5 4 3 2 1，非常棒，好啦，休息15秒。第二个动作，上推，脚后跟、小腿肚、屁股、肩膀两边、后脑勺都贴墙，手臂90度紧贴住墙，收下巴，沉肩，上推，15次一组，做4组，预备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，好，休息15秒。来准备啦，第二组，预备开始，1 2 3
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。好，休息十五秒。第三组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。好，休息十五秒。最后一组啦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啦，今天的天鹅颈训练就结束啦，祝大家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有气质，咱们明天见。四五二。